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十一月十三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柯幸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阿苹果甘志良伫咧桃园宪兵训练中心接受训练，身体无爽快发烧，最后死亡，加上接皮，官方延误送病院害死人。国民党颁布内政所说，本来今日要拼三套，结果哪也入位，票开党团大会，超过一半委员决定废除。台南天狗的降温啊，不过七个也博物馆，因为之前观光客伤少，十月份开始已经关门。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财政部长张盛和进行有表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颁布的政策税，有信心要伫咧今仔日拼三读通过，无想到是出现大转变。今日开会进程，哪样的立委召开党团大会，超过一半的委员决定废除政策税，民进党嘛支持废除，下礼拜二要阁进行调解协商。国民党团版本的政策税拼三度闯关，搁落空。这摆不是民进党立委反对，而是多数那亚立委做出来决定。一早那亚立委伫立院议会开议进行调开党团闭门会议，特别找来财政部长张盛和甲金管会主委陈明忠斗阵讨论，想要到最后结果大转弯，决定废除政策税。清税减政，那简单经过了大家的这个讨论以后，决议。废除政所税，大方向就决定废掉啊。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去朝委协商会讲，那就是在本文里面加一句话，就政交税内含政所税。我在想，我们就希望立法院干尽快取得共识，完成三读，让这个争议尽快能够消除。多数两岸的委员赞成国民党连一半政策税应该废除，认为千分之三的税率换汤不换药，离千分之一点五的政交税，另外千分之零点五的政策税意义也不大。这样的政交税留着废掉政策税，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哦。但是如果是红版政策税的话，是万万无法接受。未领思考，也就是说，马英九做的版本，我们一定要把它废掉。政策税准会争议，何大哥一透早开盘就出现乱流，一度落破8400点，盘中整理优惠，暗过也是失守8400点大关，收跌上低点8319点，跌了98点。废除政策税调解也是无共识，因到拜二阁进行调解协商，相信下礼拜二完成审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镜头来台中，台中教育团出有替代越南受控制上协助受刑人炸槟榔、香水、MP4、茶米、布鞋、到酒这违禁品。检方今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起诉10个人。出入教育拢爱接受严格检查，就是惊讲有违禁品被带入去。因过台中教育所团出有替代越南帮助受刑人带一寡违禁品入去教育。检调单位则着检举进行调查，真正查出不法行为。他夹带了常见的烟酒、槟榔，那主要还有查获他们有一些数位的播放器。那还有这一个案子里头比较特别，有查获他们有夹带香水，还有夹带洗发精跟沐浴乳的一个情事。台中地检署讲，我和牛皮的清洁业员王正辉。在台中刚刚服刑的时阵，甲另外三名受刑人自2013年6月开始，交接五名台籍越南，一个一名工作人员带一挂违禁品，每一边拢会人提500到1万块的代价，所以甲台籍越南人以触犯贪污治罪条例起诉。这些替代役男，不大了解法律。其实替代役男按照替代役实施条例的规定，如果依照法令从事于公共事务的话。也等同于刑法上的公务员。案件发生了，受刑人王俊辉已经被转移到彰化监狱，只有台中监狱也要求警方涉及主管要加强台籍的法治教育，并且禁止台籍越南单独接触受刑人，另外要落实通报机制，以免再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总统大选三个参选人的副手是啥人，是引起关心。今日有传出来风声，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副手是中研院的副院长陈建仁。蔡英文今日无否认，只表示讲到时大家就知。来到台中参访高科技产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不止甲产业界人士对话，也公布高科技产业政策。离选前愈来愈近，外界相当关心副手人选。外传就是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不过蔡英文坚持一些等适当的时机才去公布。
时间呢，我们还没有确定啊，我们的竞选总部还在规划当中哦。那至于人选呢，到时候确定了，大家都会知道，宣布了大家都会知道。不过我想应该不会等太久了。在丁顺贵用洪总裁潘怀兰却被完全拒绝了后，如今外团副手人选已经选定陈建仁。在陈建仁担任过卫生署长、甲各区会主委，专业形象真好。在蔡文帝研究五大创新研发计划中，生技产业的政策被批准时，也是由陈建仁担任顾问，看出对伊专业的看重。外界认为出线机会不少。你讲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高规格，蔡文认为这是对台美关系有帮助的，都是好事。也是对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的一种巩固嘛，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美的关系在这个议题上面，几个主要政党大家的共识程度能够更高。下晡来到苗栗三芝，蔡文用客家话甲客家乡亲博感情，除了有客家背景的党内大佬叶菊兰，甲前主席柯信良徛台，也做出客家政策，全力抢攻客家票仓。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日访问美国的党头级，就是去华府拜会的行程。朱立伦一天动作三天在用，规天是拜会了国务院、北京的国安会、五角大厦、甲美国贸易代表处，尾仔嘛到副国务卿布林肯见面。我的后方呢，这一栋建筑物就是美国国务院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参访华府的行程，一天当三天用，行程满档。第一站就选在美国的国务院。当地时间十一号早起九点四十分，朱立伦在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主席博瑞光、前总统代表袁建生、前外交部长杨振天的陪伴下，走进国务院大门，会见国务院加台总卿罗素加副总卿云桑，会谈点外经。因为台币核心有的话未当明讲，朱立伦用笑容来回答。下晡经济都进入国务院，甲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从早上到刚才啊，我们所有见到所有应该见到的朋友，所有该说的、说该谈的都谈了啊，谢谢大家的关心。你们气氛怎么样呢？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会两度来到国务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朋友要见面嘛。It's with a lot of people, so I think it was.We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him, and as we did also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Chairwoman Tsai Ing-wen and to hear her views. I think a useful day for us, and I hope it was for him as well.朱立伦访美，不管是前奏还是前奏，拢要超过对手蔡英文。一天之内，都访遍蔡英文访美时会见的官员。原本暗时要到我国驻美代表处双向员甲驻美代表沈履循晚宴，不过两人拢拄好临时取消，留着记者伫现场抗等，是不是就此会见美方更加高级的官员，充满着想象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负责政府总统候选人安全的国安特勤小组，今日正式成军，总共有165个人分三组，要来执行慰安的任务。国安局是强调讲，会行政中立保护候选人的安全。向出提前的台独慰安人员一个协会，将台独做好。总统大选只剩两个外国负责第十四任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安慰六号国安特勤小组，13号再起正式成立。国安局长杨国强甲中选会主委刘义洲等人到场候决。望见候选人受到攻击，碰大车赶紧转换，掩护人员撤离现场。慰安人员除了配置奥地利籍轻型手枪以外，也配了 T91 步枪，预防重大突发状况。也首度向军备局采买自控五枪生产的棒枪，用于候选人慰安人务用施加30万伏特以电击加导棒的方式，在8公尺内阻挡歹徒。特勤小组也加一了电报器，用快速查缉暴力物。安徽六号特勤小组因应三组候选人，其中一个女性候选人，增加人数到165人，女性随后18人。国安局长强调，慰安人务绝对秉持行政中立，秉持行政中立，
安全第一的工作原则，加强与我们各候选人竞选组织之间绵密的协调。我们绝对秉持依法行政、行政中立，一切跟安危任务不相关的事项我们都坚守，我们不介入也不干涉更不参与的立场，一切都以达成安危任务为首要目标。这次为安小组由大一组担任国民清洒党委员工作，都已经抽签决定。各组组长为安年组也拢超过十二年，除了基本三组以外，也另外安排一组务必组，为安人数达到210多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马习会结束了后，总统马英九有争取要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不过立法院甲党也未同意，所以马总统伫咧下晡亲身开国际记者会，伊讲哦，除了要向人民报告马习会之外，嘛强调马习会嘛已经达到三个成果，过程绝对是公开透明，绝对无乌箱作业，嘛呼吁立法院会当赶紧改变心意，会当进行国情报告。无法度入去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13号下晡，总统马英九决定家己出来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全民来说明马习会成果。伊表示，整体来讲，目标拢有达成啊。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督过程。第二，在两岸之间建立领导人对等尊严的互动模式。第三，以零意外啊 ，surprise free， 巩固与美方高层互信。获得了美陆台三赢的结果。强调马习会成果得到国际媒体啊，个大部分民众的肯定。马总统佫较表示，过程当中嘛无乌心的作业，所以无法度了解在野党为虾米爱主动移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或者我的政党，而是为中华民国建立一个可大可久的宪政体制。所以看到在野党反对的理由，我感到非常不了解。我们觉得实在不应该为了一党之私放弃监督的责任。虽然马习会闭门会谈的专门拢伫进行马总统马来习近平的面头前，讲到一中国表啊，个九二共识的内容，煞是让人质疑。马总统个搁再重申，该讲的伊拢有讲啊。有史以来，我们台湾的领导人在大陆领导人面前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法、一中各表、民主成就。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一个说法。马习会结束第一礼拜，头一摆举办记者会向人民来报告。马总统强调，马习会是建立两岸领导人互动的新的方式，也希望未来领导人会当比较，创造更加侪新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台北捷运公司，逐年会补助18亿给悠游卡公司，是要来补贴摕悠游卡坐捷运优惠这部分。市议员今日是认为，这补贴并无合理，要求台北市长郭文铁要取消补助，直接降价。摕悠游卡坐台北捷运是会当拍八折。台北市虽然也未取消，但过这条每年要交18亿的补助金，竟然不是悠游卡公司家己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炳富认为，既然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使用者付费，要求市府就无应该开钱补助。郭文铁一时间内面回答袂出来，就甲交通局长一个台北捷运的总经理伫台长讨论了，讲这已经错了20几档，短时间内要改也过来讨论。如果你们要讨论，我可以请时间暂停，让你们三位讨论没有关系。好，议事组请时间暂停，他们三位要讨论。没有，这个。对了，你讲的都对了，但是那我讲的都对就不用做吗？对啊，我们会动作，我本来就打算一年后再做，那让这18亿再留到业者口袋里面。另外，有民间团体主张废除刑法227条，因为这条法律涉及到保护未成年者，避免伊的身心发展还未成熟之前发生性行为。市议员讲，真侪家长担心讲，若是废除，将无法度保护儿少的身心健康。希望郭文铁会当表态支持反对废除刑法227条。郭文铁看了内容了，也遂签署承诺书。本席真的很忧心，这道防线如果拿掉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市长你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保护儿少？议员提出维护部的资料显示，被性侵害受害人2012年未成年遭到性侵害比例是63%，2013年是66%，2014年有64%。唔敢想讲，那废除刑法227条了，
李小信犯罪有多严重，希望台北市表态反对了，对李小保护会有带头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年23岁一个阿兵哥叫甘志良，是伫个桐园宪兵训练中心接受训练。伊身体无爽快发烧，最后呢病情恶化死亡。加上即马接机，军方延误送病院害死人。对此，国防部有开记者会回应，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调查。即想到宝贝后生去做一兵就无性命，前爸爸就目屎流袂离。相片当中，即穿着学士服、欢喜甲同学翕相的是今年23岁，大为大学毕业的简志龙。九月底进伍新训结束，十月到桃园宪兵训练中心受训，是毋到顶礼拜五发烧，虽然军医有开药啊，暗过人也是无舒适，一直到礼拜日放假，家己到病院看医生。当时医生建议休困3天，暗过军方却是拖到11号，被迫到营区探视，赶紧派人将。上个拿靠重症治疗，紧急用抗生素，按过隔天酸果不低。上个星期五，就他们身体就不舒服了。他有跟你们反映吗？他有打电话说他不舒服，然后他还要去看医生。面对新兵死亡，13号国防部召开记者会表示，简志龙6号放假一夜前，并无反应，身体无舒适，8号提泪流感诊断书回部队，医官因照诊断书开3天的全休假，期间还佫以泪流感药物治疗。10号暗时，简志龙出现发烧，并且由分队长陪到营区附近诊所看医生。再后，医报简志龙身体又完感觉无舒适，分队长佫陪到南口中间来急诊，病情确实变坏，经过中间诊断，简志龙是感染4高端螺旋体病，初期症状甲感冒真共款，确定是因交由卫生单位判定。烧退哦，反复的部分啊，长庚医院的部分啊，也查不清楚原因，所以他之后要做这个肾脏抽血等验尿的情形，病情啊急转直下，医生才。据这个说是4高端螺旋体的部分。宪兵指挥部将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国防部也表示会协助加速处理善后。那么多对军方的讲法，前爸爸表示跟事实无符合，而且医生已经开列诊断书，要求3天的假期，暗过被军方拒绝，这地数无法度挽回遗憾。希望军方赶紧查出真相，唔通推卸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在地消息，咱来关心高雄市议会今日下晡是进行市政预算的审议。伫开会进程，有民间团体伫咧议会的门口口开记者会，因批评议会编号家己的预算有浪费，多利家己卡里屏幕交代无清楚四大问题。高雄市公民监督公布联名在议会门口贴出大海报，写着公共联谊费900万、广告营销费400万、招待国内外贵宾加上礼品要1200万，每一年钱拢开不了，预算也是真高，而且市长的特别费比市长还佫较高。市长只有15万，啊，议长进了20万，那议长还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公关的费用。议长的特别费、副议长的特别费，我们两个同意。全部3层跟市长一模一样。比起其议长直接回应表示，特别会会减价，甲市长同款的金额，也因为电视台议会预算一直受到关心，归期蔡兆斌进党议员斗阵表态，为减少公关费开始。启动议会改革，自删公关费20%。除了公关费用，三度10%，还有电费15%，总务事务采买17%，设备加投资费37%，拢总金额高达4000万。议会用行动表示会向改革之路来行，暗过对外界质疑，议员服务处的监视系统未收费，由议会来付却伊的坚持。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保护议员的安全。对，这个部分请大家，这个不会删。那现在社会大众既然有疑义，有觉得需要被调整，我觉得我们就配呼应，就把它删除。议会预算如何删除？安怎删除？议员各有因的看法。啊，不过既然是民意选出来的代表，应该袂让老百姓失望吃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台南的天高在降温啊，新增加的病例即马一天是无到50例，观光嘛豆豆伫咧复苏，不过伫咧7个的盐埔博物馆，因为进前观光客上少，11月份开始停止营业啊，最近哦袂少人要去佚佗，才发现已经关门。模仿盐山造型的台湾盐埔博物馆，伫天气好的时阵看起来是真白真水，有游客想要入去参观，发现无法度入去。导电了，觉得很奇怪，也不知道关多久了。
卖票口当地讲，十一月初一开始停止营业，无说明原因。主管的凤甲南风景区管理处讲，进前受到天狗日的冲击，无啥人。为话经营厂商是一直了钱，提差退场。受到这一次疫情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那来馆里面参观的人数空前最低，入不敷出已经造成严重的亏损。那盐博物馆附近的七个盐山地，普通时也无啥人。根据台南市政府统计，今年休热，七月台南市也过120万的游客，到九月只来剩50万。盐博物馆也自将近6000人博到无到2000人。盐博市府强调，自十月游客就已经开始回流。如果是从双十节的情况来看，那个双十节的时候就已经恢复到5-6成了。那现在上个礼拜其实交通拥塞已经出现了，所以现在大概已经有到7-8成了。市府讲，真侪知名景点恢复拢伫咧70%，盐博物馆到11月才停止营业，恐惊也甲厂商的经营有关系。如果再加分馆主讨论，希望全台南最近重新出发，走出天狗日的阴影。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咱来看第38届高山电奖今仔日举行颁奖典礼，由小说家吴忠雄、散文的作家廖菊辉摕到文学奖，社会画家黄明铁，也佮有摄影家沈兆良摕到艺术奖。在台湾乡土市林五星的手台领到吴三连文学奖奖牌加东山证书，何写散文创作40年的廖菊辉真欢喜。65岁廖玉辉自台北教育大学退休了后，也是一直伫咧创作，也搁入去偏乡演讲。伊讲偏乡之路，互伊看到真侪感动人的风景，也带互伊更加侪写作的力量。很不自觉的到了那里去，就有一些观察，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陆续的文章在，比如说，那个报纸上面、名人堂里面，就有一些想法出来了。刚刚是长期创作的今年47岁的名家沈兆良，伊早年留学日本。以实在摄影技巧跟艺术的理念，用黑白的色调长期追踪台湾百姓文化。知名作品包括《印象南方学》、《玉兰》加台湾综艺团，这种亲历写实的影像记录，可以摕到吴三连艺术奖。我们透过摄影进行保存，或是透过摄影去搭建一个彼此能够相互理解的这样的平台呢，我觉得它相对是有效的。自1978年开始举行的吴三连奖，被光电视民间的国家文艺奖，今年已经进入第38届，选拔出真侪长期贡献本土文化的杰出人才。今年也有小说家吴忠雄、加社会家黄明铁分别摕到文学奖加艺术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缅甸三届委员会上新的开票统计，翁山苏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国会大选是掌握2/3的席次，达到执政的门槛。选委会是正式宣布讲全民联盟胜选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佮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拢有向翁山苏姬表达祝福。选后第5天的计票公布记者会，缅甸的选举委员会官员宣布，对已经开出来83选票来看，全国民主联盟伫咧国会上下议席，总共664席内面摕到329席，摕到执政所需要的1/3席次，也够选择总统的权力。It's that ethnic parties polled so badly that the NLD was so imperious in ethnic areas, won so many seats there. That I think is the big surprise of this election. 现任总统邓胜公会尽快跟翁山苏姬见面。军方设立上强大陆军总司令敏昂来，设立 Facebook 向翁山苏姬胜选表示祝贺。由军政府伫咧2008年所修改的宪法，上下议院拢有1/4的席次拨予军方代表，也就是未来执政之路，真侪所在也是受到军方的限制。I think the challenge for the military will be how to transition from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rants them special powers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y come under civilian control but are still incredibly powerful, incredibly respected.翁山苏姬伫咧接受 BBC 专访时阵讲，伊认为1990年胜选了后被军方软禁的代志是未搁再发生。严格这场号称是缅甸25年来上自由开放的选举，也是有几十万人因为公民权无被承认，伫咧这场大选中被迫失去选择权。譬如讲，提白卡的罗新亚穆斯林，或者是被选委会注销投票活动的冲突高建地带居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
天先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高29度。外岛的温度19度到27度。接下来来看渔业气象。北部、东北部、东南部的海面上大的阵风是6级。海峡北部、南部、巴士海峡上大的阵风同样6级。新闻最后，咱再来去秘鲁来看，予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会晓出滑板的狗啊！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清粹简政，那简单经过了大家的这个讨论以后，决议废除正所税。我们就希望立法院干尽快取得共识，完成三读，啊，让这个争议尽快能够消除。所有应该见到的朋友，所有该说的、说该谈的都谈了。好，谢谢大家的关心。怎么样呢？啊，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会2度来到国务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朋友要见面嘛。人选了，到时候确定了，大家都会知道，宣布了大家都会知道。不过我想应该不会等太久了。便利商店报案，所有人拿那只蛇，他放在鞋盒里面，然后要宅配送到别的地方去。就载走那司机的车子里面跑出来。车子里面跑出来。对。大家好，我是高志刚。这次很荣幸也很开心可以代表中华队去打12强的比赛。那这次一如往常，我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好好的跟国手沟通，那希望最后会有好的结果。11月8号到21号，世界12强，请锁定公共电视。2015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台湾国球闪耀全球。今日我们三爷就上插他大蜡烛，也是应该的。五宝可不是姚经理的婊子，任人糟蹋。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相依欢畅。离婚两个字不要乱说。要离就离，他想离婚，也不一定让他事儿了。你怎么？怎么不准再见他？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小老百姓，你说不是吗？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总是防贼要防我。